好，兄妹，你的东西都留了，可以过来拿了。三千块。来过来过来，先把我发。李家华，今天东西市场没有。让你讲来三百块。海龙王在这边，因为他人手不够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再去东西摆摊。我开会三百。三百。哎，看我卡先不加了，三百块。哎，三百块。哎，上一脚三百块。哎，看我卡来，来三百块。来过来过来。来过来。拜托，这气氛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哎呦。桃园海鲜地方好妈妈呢。哎，哎，我三百块，三百块超纯鲜活嘞。还有一个，我后面还有一个。三百块，三百来，赶紧来。哎，快来了。你有没有看到超级的小巨头？三百块，快来了。十点还未，十点还未啦。要未啦，要未啦。加点半。到时要九点半嘛，快去换呀！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海吃海参，你个今年凊彩啦，我就四人过年无啦。你若无得买，我无倒我手下。那个店面对啦，海参，海参你拢该处理啊，免阁处理啊，嘿。差不多啦。OK， 前两三时间叫好，我朋友开了，想干嘛开了？从哪边飞台湾？开一千，我就一八百、七百、五百了。我就甲陈氏讲，把鸡来是放假的，不是做鬼。开车。好，等一下。无恁老爸今日来是来做吉祥物的。来，我忙坐这段，可惜规只拢袂食的哦。等下你甲我炒啦，炒葱头、炒蒜头、洋葱炒蛋好食。你要我招五百、招四百，我招一三百了啦，两百啦。好，收起啦。哦。今天早上也有一个超多。有一个 A P P， 哎，对，哦，这一个风台湾，两个钱哦，一边位置啦，伊这边都无位啦，一边啦，没有了，是大货在那边呀，好不？来，有留货的赶快来拿咯，哦，差不多啊，哦。来，干杯啊！谁要来接我？让我去一千两。来，干杯了。最后一个，给我到了。土城草来得及，不用隔离的话来得及，不用隔离的话。后天，我帮姐了，最后两个客人一千块，就落地了。哎，你要吗？来这边一个，老板，来这边一个，阿弟这样子好了。
边一个。这边一个。哦，这边一个。套丢套丢，托说后面还有兄，等一下一起卖了，等我一下来。啊，你看我你你过雨船坑一下会退兵。来，你把过雨船处理你。这花枝条跟你插三 D 插几仔深海花枝而且皮都帮你剥好了，剥了，我就剪两把，你要三啊，两把四啊，两把这五啊，两把好了，来六盒给你两百块。来花枝条六盒两百，好六来，两百块啊。来，是是三盒一百块。我给你吧。把后来不要好一个。算你了，我把一些钱，我把一些什么加，把一样了，好不要。好，下面你都拿走了，好 ，OK。能发能发。在姑姑那边，我姑姑现在能发。好，我带你去买，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还有什么吃虾啊？哎，把鸡蛋还有请来来，两百块。还好，免我抬啊，把鱼啊两打。百只两百块，这大堆两百块，好好吃啊！两百块，等于真济，你要两百块，这你无得买，这用剩的十六、十四只都卖两百，两百四买啦。这六买两百，八买两百，十买两百，十二买两百，十四买两百块。两百块这大堆两百块，无两百只，两百块两百块先买两百，我就捡两百块先买两百啦。最高的那一个。这样几个下来，弄我也两百块先买啦。十六、十二、三十二。最后一个两百谁？好，托冲，虾子好，虾子我卖虾卖托冲。六十八，来，虾子来五百块来了，来。被拿走的还没算，就已经有七十箱了。海虾子还有谁要吃的来五百块？海虾吗？哎，海虾海虾五百块。来后面一个。还有谁要来海鲜？还有谁要吃的来？五百。我觉得我爸爸都没了。我的副作用是口干舌燥，超容易口渴。还有谁要海鲜的来？五百块。我爸爸还要过来五百，再过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够就点五百。还有我爸爸，虾子五百块，我来不点，再后来五百块，五百，我来五百，后来谢谢来，够听了。来，拓抽来买一千。刚好剩一千，买一买啦！来五百块，五百块了。五百块，多少？两百一啊！来，多少？还有谁要五百的来？一千。来一千的了，一千的要。哎，姐姐。这家吧。看你那些轮胎。来，多少卖来？五百。五百来，五百来。到底过什么价？五百块。来，来，套出还有谁要吃的？来，五百块。五百。套出五百块，套底五百块。好，钱来一边。过来，我讲套底我无啊。啊，我讲三百块，什么讲三百？三百。好。三百啊！套底哦。还有五百。这两只在卖你两百个，快点！还没找，你紧张了。好，来，鲑鱼以后来，黄金仓卖完了。下面是什么？还有一批啊！来，鲈鱼什么价？这海螺，你注意听，讲海螺。这海螺包甲底无幼齿啦，啊！这话我一斤来，我称起来就一斤要拢称你了，称你三百块，三百。啊！这一尾菜价拢超过五百，一尾卖五百，一人买两尾哦，来，这两尾开一千块啦，来鲈鱼来。啊！什么价？现在一人买两只，互你开一千块卖啦。鲈鱼啊，这两只一千块。来，我
就四人起来，你三百来，你就先来1500，两尾三椒来1000，先火车老尾1600，1000，海螺，我，只能三四，500了，现500，什么叫老爷？500。算了，我们就收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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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你鱼皮。我这来减一只。来，这样你吃。你乌鸡什么吃的？乌鸡只一两三四五六，六只拢乌鸡1000，800了。700就结了，700了。600了。600，要存100块，我要吃无啊啦，谢谢。对啊，黄鱼大只，现在1块1起的啦，1块1起大，只哦，只公斤70啦，而且现在我真正开始稍微放价超过800，而且这拢来只，这拢来1600、1500，那么接哦，1200，然后这1500，1000，黄鱼什么只只拢来1000的，黄鱼1500，黄鱼1000。吃袂了，袂咱买三尾500啦。你像这黄鱼500，黄鱼这三尾500。白呀白呀。来，蛤蟆我偷偷的来。不然要几块？来，这300对啦，这300，你鱼贵啦吼，你等于通餐好食啦。来，鱼皮300，要吗？500。兴奋，你不是要鱼皮吗？兴奋要，兴奋要哦。哦，春天要500啊！春天让我兴奋啊！春天好啊！要500啊！好啦，他要500就没有，啊，对吧，卢森？买300就好。给他。好，到底是要500啊？好，鱼塘500是不是？哪条？我买呀。好，青鱼300。300来。那是500的鱼塘。500。500。500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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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拆呀？不黑呀，黑呀！不要拆了嘞，不要听下听下。你呢？来，弄我哩哦，弄我两个，你就吃买1000了，好不好？买1000来，过来黑的，黑呀，过来了。来。你吃好黑，谢谢。过来买虾啊！无，哇，好虾，搁开起来。好，来收钱。幸好你家人有没有拆？要了，我要拆了。我要500啊，老弟。三，无了，老弟要300了。你们要一份吗？要不要给他200块钱？哪一间来呀？我包厢起来，一份那给我。1000可以啊。1000啊。来，那个给我。家人，后面那一包的给我。后面那一包给我。来，家人500，还有没有人家？最后两个客人哪里啊？家人。家人500。哎，这结果吧，加，来，来这边这头一个买只四块肉，一斤啊，讲吧，这好食，这300，这哦一块外好来卖你120啊，3块你300嘞，4块300，5块300，这样六个好拢卖300，过来买只四块肉的无，等于看鸡煮面拢好食，头前来啦，300出大块，哎，四块肉。来，你要吗？好来，这边一个来，等下找你钱都可以来。来，个人买有300，这边来。来，这300还有谁要？300的，来这边。来一边一边。还剩几两百？哎，这边新的呀。还要几两百？两百现在。还两百。两百。OK。
啊，你白手有人要吃的无啦？哦，你老公。看这么大。来咯，你先玩玩。你白手想要吃？白手我做一个五百块。五位，五位，你三位五百。我白手三千来，拢无我变动啊。到底你都可以去啊？好，我来就是这个价。老板，我刚刚三倍，后面的，对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回来，给我回来，来。我以爱讲我以等于哦，汤煮烧这个加少少就有啊。我讲我以买五百块，一位两位五百，三位五百块了，你三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两卖五只五百块，六只五百块，六只五百，七只五百，你拢摸不起，八只五百，八只五百，家人这边还有一家五八，来，好，较劲爆诶！来来，这边过来了，九尾五八，来头前收钱啦，来十尾五八，哇，十尾五八，我来啦！我想要吃我鱼诶，我给你个，十只五八来，来个五百块，来十尾来五八，过来买无五百块诶，我鱼，一尾五十块尔啦。只我鱼五十块，有人要吃无？因为，你伫遐？五百，吃？什么？白手呀？黄鱼？哦，黄鱼五百块。来找五百。来。吃不了的有无？有人要吃不了，买三百好无？三百块。你们要买三百的，六条两百块，三百块。不要买三百。白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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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还两尾，四尾，还六尾，三百块。嗯。还恁老来，我招一个人起来，无买无啊啦，讲来来，我招一个，辛苦了，来，可以啊，卖个想啊，来，我计箱买来，我招一个五百箱来，后面，来，你发过鱼啦，来，哎，这泰国糕现在三百，三百块了，讲来三百，来，来，还几部啊？还够无？啊，海鸡无啊！有事哦。这等于你搞用吹海鸡母，一斤我七四百，一斤四百，一尾多一斤重啦，一尾一只卖四百，两只卖八百啦，这两只八百啦，两只八百。海鸡母，一人买三只来啦，两只八百，三尾都开成两百块诶。这三只开成二块。要吃啥？我问一声来啦，一千对啦，这尾我送啦，是人四条来啦，留得多来拿了吗？四条来一千块，四条来一千块，四条来一千，想要吃个肯定无啊，四两三四五啦，我招六个人，其实也一千了，一千了，八百，五百了，过来，人要吃五百块，五百块收啊啦，五百块啥啦？五百块，我要吃无多啊，卖个干啦。等到我收头，我是这价上无可能，我卖恁搁较少啦。几块免花，几块免花，一包一包啦。几块免花，我一片什么吃的啦？来四碟五百块，什么吃的？五百块。四片五百，谁要吃鲑鱼的？来，老大。最近的贵，你也贵。哎。不是啊，这边的，这边两个。哎。还有那个羊肉卤五百，还有一个两百五。OK， 白肠一包，白肠可以吃的吧 ？OK，OK。两个五，
白汤羊肉炉，还有谁没来拿？什么鲑鱼？哎，在问龙虾怎么卖？现在杀价两千，来，够准备吃鲑鱼。哎，两千要吗？白汤是生态的啊。来，两袋来，你也我。哎，阿伯来。那有三袋吗？好的。哦，对啊。好，再来加两袋。好 ，OK。加了一包一千，要吗？来，蛤蟆来两百块。我是蛤蟆两百块。来，谁要吃蛤蟆的？来，我是包三包我。画面这里一个。好。来，我是包三包我。画面一个。蛤蟆两百。你两百的。你两百。来，他点个一盘啊！三百这三百，一盘三百吗？一盘两百，一杯三百，一杯三百。没有啦，还有啦，没有啦啦，还有啦，没有。二在修啊！真笑哎！先买两百。看我跟你讲，海鱼你都讲没有，海鱼你看没有？啊，我要开产品没啦？有啦。哎，金孔江，你的白鲳有拿了吗？那有拿，那应该是正太的了。你会喝吗？我放两个。
来，最后一个没有人来。最后一个买这个两百，知道吗？对，啊，最后没有人来，两百块。四百，四百五百。哎，就是现在拢在这边。好。来这。来，错来了来。这等于永康用，这里我存钱了无啊？来，这个炭烤店外面烤一遍就要300块了，完全无顾无时间，一支中棍尔啦。一袋卖300，两袋卖600啦。哎，就先来我问一下，我存钱个包包去，你话啦。两买两袋，两买三袋，一袋300啦，三袋开到800，就先来我上一个开1500，先来4袋1500啦。我要准备五百。来，五十，掏钱搁一个哦。来，我再结婚了。
百，然后还有两刀的来，大哥后边你后边，谢谢。来后边那几位来，来够人来不？一份多少？五十。够人来不？一百五。够人了，八个。那可以两百五十。两百五十，你看看这嘛，两百五。好了，两百五十，咱们不收的嘞。来边啊边啊，姐。来菜两块过来啊。他说海瓜子了，他要海龙虾。他还有菜两块哈。够，来，海龟鱼，这两百，哎，三个嘿，三百五比七五百。奇迹啦，够有烧。来两包半个够了哦，一公斤十片嘿，来一百五够了哦，一百五来掏钱，哎一百五就好，来够了哦，最后三个人客，这种秒杀，150，半个哥上车就好啊，拢拜上车就好啊，来半个，来150，拢拜啦，还有十倍。葱抓饼嘞，葱抓饼一包十袋，下当去做炸蛋，真正嘞卡一只两类，就直接一个炸蛋啊，啊食七套嘛会使，来这一包啊，靠人即摆卖130啦，来一包多，我就一包多啊，一包100来，来够人来无，剩三个人去，一包100，来一边一个。来，帮我接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来一百，最后两个人客。来，搁一个，来有来来无？100块头前，保障你后面。来，我到位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里有这里。哎，李总嘞。李总家。我咧包过呀。不是鱼蛋啦，再提上去吼，免煮啦。提上去退冰了，切嘞，切煮，再挤沙拉就好了，没奶汁。这我没奶汁的话，若要食较烧的微波的话，微波落就烧烧啊。这我靠，这两一条都卖100。对啊，无紧，我少少的话，还三个，少少呀，我少500的话，哇，五条啦，两三四五。来有人来无？来500咯，来500有人来无？500块，六条，上少的无就无啊，啊扛来就好啊，有人来无？600块，500块就好了。这个是鳊鱼，鳊鱼海鱼啊，鳊鱼的鱼呢？来，五百块有人来无？500块。鳊鱼，乌鱼的是红色的，哎，乌鱼红色的，还有乌鱼子很贵，乌鱼子这样可能要2000-2-3千块，来够人来无？500，无人来排咧就好啊。这是几条？加几条？400人来无？加5条。我要一条乌鸦。知道吗？很好的。你上来。500，一个400，我给你补400一个。没料啊。找你老板。在中间，好近，来了。下班还有。一包加八啦，160，四包八啦，八个无人来哦。鱼啊，虾啊，真正虾袂变掉啦。来虾啊。虾啊，500，少500啦。鞋也无吧，少少，纯车的无啊，车的卖掉就无啊，卖掉就无啊啦。啊，你无台啊？哎呀，系啊，无台啊，有啦，拢摆起嚟啦，来500块有人啊？500，真有人来吗？500块。500，少少的就好啊，500块，对，差不多，哎，差不多啊，来，500有人来无？500，300，来，够有人来无？300，
阿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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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沙发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超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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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块沙发，够人系无？无人系就摆你啊，无物件啊。先买一个。来沙发，来谢谢，找钱哦。来沙发，沙发够人系无？沙发，最后三个人客，无人系摆你，安尼无啊？好啊，无物件咯。无啊无啊，无物件，无啊。七块啊，七块一包一包，哎，你再摕落啊。无物件，没了。套票，无啦，套票讲蛮贵啊，套票蛮贵啊。七块啊。没有了。在桌面，在桌面。卖完了。哎，现在桌上的啦，后面你要什么？没看到就是卖完。那个鱼蛋不是，那个叫那种鱼蛋叫做福庆鱼蛋，那种鱼叫做 Forky， 真的，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Forky。啊，要，它已经预热是熟的，但是你还是要弄。这个你安全不要跟这里的哈。四位五八，还给不四位五八？鲈鱼，鲈鱼，那个鲈鱼，还有罗麦，三个500，三百五百。那个这本身已经有帮你蒸熟了，对啊，但是你回去还是要加热，对，油炸。或者清蒸，啊，我是比较喜欢油炸。老大，那个后面留的就是这些啊。北秋，哎，北秋也唔他正太也伊无摕到。我给他处理了，也处理了呀。那边啊，先生，黑盘是不是？来三百。谁没有过来拿货的啊？刚刚要叫我留羊肉卤跟白鲳的，正太，你是不是没有拿到白鲳？正太，还是金孔姜？你是不是没有拿到？对吧？多一个白鲳无摕到。那都是正太的啊，没来，他还是人没来。他有来啊，他留了不少东西，他很多东西都拿走了呢。是哦。对啊。他是之前没拿到。不要谢了，摆上来了，后面还有这个。桌面而已啊，没有了。正太，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拿？你先跟我讲。羊肉卤2盒，250。羊肉卤6盒是不是你的？你要2盒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那都是他的，他还没拿，他去开车。他去开车。哦。哎，老弟，他到底是六盒还是八盒？六盒，包价那个卖。他要六盒，他来来，有六盒。不要去我包价。OK， 你去开车哈。OK OK。包价好了。好 ，OK OK。两盒是不是？250。A、B 这是他的，300。对。好 ，OK， 幸好正太你有在说哦，阿伯的有没有出力掉一点？好，我先移到旁边去了，头前的林姐。
过一个。两块五，对，它就是三样嘛。北京野啊。我老做做鱼啊，嘛是咸的。可以等块做两块的。哎，做两块可以哦。哎，这怎样？怎样？啊？是你的。好，谢谢。什么感觉啦？我这感觉啦，没啊。北青野啊，又叫老北青啊。叫北青干啥？啊，告诉我，安尼孔锵的伊无摕着，安尼孔锵的伊无摕着。两道有讲没有？讲没有？孔锵的一个几样的？啊？多少啊？一万二。一个是金，留两个一千的北青一个，金孔锵一个，一个是真菜。好像是那个诸葛亮那个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没关系啊，先放着，这样子。好。两个，五个，两个，五。两包是吗？还有虾子吗？虾子没了哦。我要吃龙虾汤，今天不吃啊。那份白汤不是你的，所以有一份白汤，有一个没拿到，我知道。那就表示有一个没拿到。当时要入厝啦，当时要入厝啦。每次都要想一下镜头才能关就对了。
好，那以后这个当 SOP 的哦，五四三二。没有啊。那个以后礼拜三大圆场五四三二一给你喊了哦，你有来就交给你了哈。下个月要去上班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我下个月。